有寄给我的包裹，今天要去早餐约会。我以为他那个酱会更浓稠，结果他好像也没有很浓稠。好的，我吃饱了。我今天又收到了一样东西，我朋友寄给我的包裹，这一箱超级重，大概五六公斤。朋友真的对我超好，他寄了一大堆。我跟他说我要的蒸拌面，这里总共有12包的蒸拌面，我最喜欢的口味，香葱椒麻，超好吃，我还会自己再加一大堆辣油。面膜这个超好用，纽奇基的。这一袋被压得烂烂的是 GU 的衣服，也是我托朋友买的，超级可爱，给你们看，超可爱。泰国没有 GU，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对日系品牌就没有这么的风靡吗？他们有 Uniqlo， 也有无印良品，但是就没有 GU。然后另外一件也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，然后后面是汽水，这件也很可爱。最后这一盒是我朋友主要这次寄给我的东西，这个饼干要等一个多月，它的那个店名叫艾丽尔烘焙坊，好像在网络上蛮红的，但我没有听过，来看看到底有多好吃。江江。好多种哦，总共有16种哎，都不同的小饼干。它里面是蜜红豆，抹茶味超香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很像就是一般的喜饼，但它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拜托大家去买艾丽尔，超好吃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五，一周又很快过去了。我们这周好像都没有在干嘛，就是都在家里面。今天难得终于要出门，我们要去一间印度庙附近晃晃，然后吃个它有名的炸鸡饭。曼谷的塞车又回来了，下地也太多人了吧。都是印度神的东西，印度甜点没开，炸鸡饭没开，115块的泰式自助餐，这个是炸鱼肉，炸鸡，这个也是鸡肉，辣鸡肉吧，然后菜，空心菜。超级好吃，都是植物哎，好漂亮啊。Do you wanna eat some Indian dessert? Come on. 有名的印度庙在这里，在这边。这间超有名的，我们在买拜象神的东西。超级热的啦，久久出来走一次，我这个都是汗。我们刚去买一些拜象神的东西，10号到20号是象神节，就是要买一些花啊之类的拜象神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一间咖啡店，Hot Amber Hot Marine 进来，都很像台北的民生社区，两边都是树。刚刚买的要拜上神的东西，这个花圈超美。今天来这里吃饭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阿瑞的咖啡超神秘超浮夸，
今天超早起的，我们今天要去早餐约会。约会。我们跑来吃麦当劳。我们两个人吃了一个 family set。超喜欢的店，现在时间是快下午5点，我们两个就只有吃早餐，所以就饿到爆。然后我跟马俊说我又想要吃羊，所以我们叫了一堆的羊，超多，我真的羊吃不腻。是马俊点的辣猪颈肉、鸡翅、牛肉，这个是小鱼干，我很喜欢加在羊里面吃，就脆脆的。三包的这个糯米，还有我这一袋我的最爱玉米呀，我之前在影片里面做过的。我们昨天吃羊，我今天又在吃羊。那你看我 Simber， 我今天终于要打疫苗了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我真的落后别人超多步，因为我收到那个接种疫苗的邮件，他没有说是什么牌子，是 Barin 自己私底下在传讯息问那个医院的，所以我就想说等到我确定达到了再跟你们分享我打了什么牌子。那我们出门吧。到了这家 Med Park， 是新的医院。跟你们说，我前几天其实就是没有很紧张，但我今天就特别紧张，因为我昨天没有睡很好。我因为影片的事情就是搞蛮久的，就是睡睡醒醒这样子。大家，我刚已经打完疫苗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他刚其实跟我说不能拍照啊，我是问他可不可以录影，结果他就说不能录影，然后就只有说拍照，我就一直以为可以拍照，结果我就不小心按下了一张，其实是不能拍照的啦，就沟通有问题这样。我看起来超痛苦的，然后刚打完啊，休息15分钟，他就会叫号量血压，然后就给我一张纸。这张纸就是有写说第二剂是在10月4号打，因为辉瑞好像隔21天而已，就还蛮短的。可怜的宝运，宝运这个是牛肉茄子咖喱饭 ，Level five, level two, baby, it's for baby。然后跟你们说，我 Coco 一定要用的是这个腌菜，我超爱吃他们家的腌菜。那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在泰国怎么打到辉瑞疫苗的好了。因为其实7月多的时候开始，就有一些在泰国的台湾人就施打 AZ 了嘛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台商群组他们有发放消息，就是有开放名额这样子。但因为他们发放的消息太早了，那时候我还在睡觉，我睡到中午11、12点，所以我名额都被抢光了。就想说，好吧，算了。然后在7月底的时候，他们又发放一个消息，是说就是泰国的疫苗中心有开放给外国人登记疫苗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登记。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邮件，直到上礼拜9月8号吧，我就收到邮件说就是要过去打疫苗。只是他也没有跟我讲牌子，就是 Barin 他自己在询问医院，然后才跟我说是辉瑞这样子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打完疫苗的第3天。第一天的时候，我后来回家就睡觉了，睡完起来有一点点感觉小感冒，然后这边有一点酸痛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是一直喝这个
把人买给我的维他命 C 水啊，就是 Seven 有出很多有维他命 B、维他命 C 水，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甜味，让我这种就是不太喜欢喝白开水的人，也会就是一直喝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礼拜六。昨天 Barin 的妈妈说想要来拜拜，所以我们就顺便来安帕瓦。其实上一次我四月的一支影片就是来安帕瓦，然后遇到当地人嘛，所以我们就拜了很多庙，顺便就是来还愿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来到安帕瓦，还是一样热，只是人变得好少。买了一大堆我爱吃的甜点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ทุกคนทุกคนอะไรมีคนเดียว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แอมเบอร์今天要去吃一间我们两个人都很爱的泰式蚵仔煎回退。我觉得泰式蚵仔煎比台湾的蚵仔煎好吃，因为它的蚵仔煎旁边都会炸的酥酥脆脆的。应该是说，就是台湾的比较软一点，但是泰式的就会更 crispy， 就更脆一点这样子。然后吃他隔壁之前我 vlog 有拍的那个椰子冰淇淋也是很有名的。就是这一家，超级好吃，不过今天不能内用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点，然后在车上吃。这个超好吃。然后过来这里就是我之前 vlog 有拍的那间冰淇淋。It's mine, it's cheese. 多纳金啊！看我的泰式蚵仔煎，江江他们的蚵啊，超大颗。Barin, look my oyster. 啊？亚麻。今天是礼拜四，我们已经有两周没有更新影片了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拍 weekly vlog， 因为我除了就是想要休息之外，又刚好碰上上礼拜把 Rain 忙，就变得我们两个礼拜都没有更新影片。那我今天呢，想要来开箱一下就是 Seven 的新品，因为我九月也没有开箱 Seven 的新品嘛，因为刚好就是十月他们要碰上斋节，所以他们的 Seven 新品就变得都是素食为主，就是把泡面啊、火腿之类的换成素食，我觉得没有这么的特别，所以我就一直从九月初等到现在，就是好不容易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就买来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开箱给你们看这样子。第一个我要开的是这个彩色的 Pocky， 它之前在 Seven 好像就有在卖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，就没有机会买。它长得超可爱的，它这个包装就有那种彩色的点点，不知道是什么口味，它写 Surprise 惊喜口味。来看一下跟照片有没有差，养乐多的味道。它长这样子，它上面的那个颜色好像没有照片这么的梦幻哎，更廉价一点。这什么口味啊？它吃起来有点像白巧克力，又有点像乳酸菌，但整体吃起来不错。我以为它彩色的这个点点啊是跳跳糖，但它就只是点缀在上面，就是让你吃起来感觉会有那种颗粒感。
第二个我要开的是乐事的新口味，它是这个斯拉茶辣酱，就是你们常常来泰国会看到这个辣酱的口味，我觉得这应该会蛮好吃的。我上一次有开箱那个卡拉木酒出的斯拉茶辣椒口味嘛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闻起来是甜辣酱，很浓耶，然后它是粉红色的，有点像红曲，还蛮好吃的。不过这个有辣哦，这洋芋片吃起来还是会有那个洋芋片本身的味道，只是多的就是微微的酸跟辣，辣的比重比较多。它那应该是辣粉，就是我吃完之后我的嘴唇还会残留那个辣粉，就是微微的这样辣在嘴唇旁边这样子。我觉得怕辣的人应该没有办法吃，我其实现在有点怀疑我自己的味觉，因为自从我朋友跟我说我吃很辣之后，我就有点觉得说，那我开箱跟大家说我觉得微辣是不是对大家来说是大辣。不错不错，目前开的两样都无雷。第三个是这个是咖喱螃蟹的洋芋片，我也很期待这一个，我超喜欢吃泰国咖喱螃蟹，它会有那种甜甜的味道，没有什么咖喱味，比较深色一点，我找不到螃蟹在哪里，它就是我吃不出来它到底哪里像咖喱螃蟹。它整体来说是好吃的，但是你不会联想到是咖喱螃蟹，顶多就是联想到它是一个某个香料的味道。好吧，我对它有点太期待，有点小失落，但它算是一个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啊，这样讲好像也没有很好。接下来我要开两支冰棒， Seven 他们买冰棒都会用这个装，就是保冰袋，我觉得还蛮贴心的。卖的两支，一支是这个芒果 Chili Salt Sauce， 芒果的青芒果，跟这个也是，这个是百香果的。我看到他们那个图片啊，这边就是有那种流星有线的感觉，好像还蛮吸引人的。我要来先吃青芒果的。哦，我原本今天早上买的是红星芭乐，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皇家吗？皇家农场的那个水果干的牌子的冰棒，结果他没有，所以他就送来两只，反正跟他换的吧，换成就是同一个系列的冰棒。锵锵，好软哦，它有点像雪贝。哦，它这个青芒果好青芒果。我在讲什么？很酸。不过这个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大热天直接买来吃，大概不到五分钟、三分钟吧，就会融化，整只融化，因为它太软了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像在吃真的青芒果。它里面的馅有点像坎西的那种，吃不出哦，有辣。它中间那个酱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，因为它吃起来整个很 match 在一起。好的，我决定我要来开第二支了。我不管法瑞的，反正他也不吃酸的，很那种100%原味果汁的感觉，看起来也是超好吃的。这家冰很优秀哎，好像直接在喝果汁哦。但我更喜欢青芒果的，更就是因为百香果就没有这么的甜。哎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开箱冰棒。好的，这就是我这个月的小小的 Seven 的开箱，只有一样我自己没有很满意，可能就是我对它的期望太高了，就是这个咖喱螃蟹的洋芋片。但它算还是安全牌，不到难吃。我想要再去买多一点这个青芒果冰棒。